为什么叫亲爱坏蛋呢？我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小奸小恶，这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，就是一体两面吧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出自于爱，因为有爱，所以有可能有嫉妒，有愤怒。妈妈自以为对这个小孩的所有的好的东西就一股脑加注在他身上，如果那个并不是对方所需要的，反而我们会变成他眼中的负担。为了爱就能变成坏蛋吗？4月29日起，每周六晚间10点 TVBS 42台亲爱坏蛋。